观感应艺术馆是香港艺术馆的网上节目，第一次以跨媒介、跨感官的形式带观众去欣赏艺术馆的馆藏和建筑空间。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不懂艺术，但是有时不是要懂或者明白什么，可能是要去感受。所以今次就透过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，用互动参与形式去启发观众感觉一下自己和艺术的关系。因为欣赏任何的艺术，无论是艺术品还是建筑，都可以让我们找回自己，明白自己多一点。